我这个火力全开战队，其实我们队也非常的团结，我们是有 slogan 的。哎呦，我们的口号是火力全开，燃！我不会那个弹舌，燃炸舞台，燃对，燃炸舞台，燃炸舞台，燃那个弹舌，燃炸舞台，燃爆舞台，火力全开，燃爆舞台，燃爆舞台。哎，对啊，你有没有队名啊？啊，有没有队团体名称？没有，没洗呢，没，随便取一个。这不能随便取，我不能随便，都不能随便。这个等比赛整个结束了再取。算算黄历啊，真的，再说的。请与我们分享你们各自战队在此时的战队宣言。李荣浩老师，哦，我现在就要宣言了啊。那么快就宣了？这都是这一集最后了，还快啊？好好好，我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。嗯，我其实是不知道的。我甚至完全想好，我这次能现在这个成就，我也已经很意外了。所以我现在还沉浸在那个里面，我还没有想好。对，我的宣言就是我还没想好。好，非常好，太精彩了。对，很精彩。你也很怪，很走心的一次宣言。你真的是我主持所有节目里最怪的导师了。